更多育儿知识，请关注传女视角。对有些女性来说，怀孕来的悄无声息很突然，往往怀上好几个月了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样是十分危险的，如果不注意还会引起流产的。那么怎么才能尽早发现怀孕？怀孕的初期症状是什么呢？怀孕是有一些初期症状的，一是月经停止，停经是怀孕的最明显表现，月经规律的女性一旦发现往常按时到访的老朋友没有来，第一反应应该是想象是不是怀孕了。对于经期一向不怎么规律的女性来说，偶然的晚来也许并不是怀孕的迹象。二是嗜睡，食欲减退。怀孕以后，女性身体分泌黄体酮激素，黄体酮是一种天然的孕激素，有抑制兴奋的作用。早孕的女性感到容易疲倦，身体乏力，嗜睡，食欲减退，没有胃口，与体内黄体酮分泌有关。早孕的女性感到容易疲倦，嗜睡，食欲减退。三是乳房胀痛，怀孕以后身体分泌的雌性激素、孕激素会让乳腺增生、充血、乳晕加深、乳头突出，孕妇会感觉乳房肿胀、不舒服，触碰会有痛感，而且经常还会有瘙痒伴随。四是尿频尿急，怀孕以后受精卵在子宫着床，胚胎不断发育，子宫不断变大，会压迫到膀胱，膀胱受到压力，会出现尿频尿急、小便频繁的情况。五是恶心呕吐现象，怀孕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，女性体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增加，孕妇就会对气味特别敏感，闻到某些特定气味就会恶心呕吐，恶心呕吐现象容易出现。大多数怀孕女性都会有孕吐现象，但是也有女性这种反应不明显。以上现象只是从一些症状推测自己是否怀孕，而确诊是否怀孕可靠的做法是用早孕试纸进行测试。早孕试纸是一种长条状试纸，在一般的药店和诊所都可以买到，因其价格低廉、实用、准确率高而深受女性朋友的欢迎。早孕试纸可在停经后自己检测，如果是怀孕了，试纸上就会呈现出两条紫红色的短线，如果没有怀孕，试纸上则呈现出一条紫红色的短线，一般在妊娠五周左右就可以到通过 B 超诊断了。可靠的做法是用早孕试纸进行测试。好了，看了传女视角这篇育儿方面的文章，如果您觉得对您育儿方面还有点作用，就请动手关注下传女视角，欢迎转发，让更多人了解到有用的知识。传女视角以往还有一些育儿方面的文章，希望对您有帮助，您的支持是对传女视角的鼓励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